南的孙兰江遵循过来进行中原普渡，这摆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。每年嘛，拢会将数百袋奖品捐予五乡镇的低收入户。孙兰江管理委员会总部萧福成表示，今年大概是更加踊跃来参与。发420份出去，四百二十份出去当中呢，阮了阁有中，因为阮注意吼，即个无了较济。啊，阮阁有中啊，当中阮就呐，哦，就是讲伫个即个边缘户的一部分。哦，但如咱大人分局遮个先哦，算哦，含阮也真配合的先，哦，都麻烦您来处理。因为信徒拥有响应，今年总共捐出600多的奖品，除了分送给低收入户，嘛针对大南分局辖区内边缘户进行发放。大南分局副分局长陈再良表示，因会在第一个时间来设计弱势家庭处理。它的部分除了治安跟交通之外，那惠民服务也是一个重点项目了。那各警警区里面都能够深入去基层去了解说，辖区里面有哪些是属于低收入户、比较贫困的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会透过相关的一些慈善机关，然后来协助他们来度过这个困苦的一个生活。那因为这次孙兰公呢有这个善举呢，那我们也很高兴能够为孙兰公来做这项的服务。在中原普渡后，孙兰公也无闲发放物资来协助弱势家庭。萧福成表示，今年倒数大概1100多，嘛创下历年来纪录，这嘛很是孙兰公妈祖的灵验。800多。啊，今年伫个阮所注意吼，伊算伊伫宣导当中个时阵，今年差不多1100多。今年伫个中原普渡后，有真侪庙宇拢将奖品捐出来，最安心。虽然是小小心意，但是对弱势家庭算是有真大帮助。记者真心常报道。